新年开春做爱心啊！桃园教育文化公司的员工平常就在各楼层放置铺满，随手乐捐，整年募集了有60万元。而这老板呢，再加码到103万，全部都要捐给家扶中心，希望能够帮助弱势孩童。男子驾着马车，带领后方桃园家扶中心的小天使，依序进入教育文化公司新春团拜的会场。小天使人手一只小鸭币，在黑暗当中闪闪发光，沿桌传递祝福。谢谢。总经理跳出来带领员工慷慨解囊做爱心，帮助弱势孩童，让他们有更健全的生长环境，更送上爱心，诸公铺满。公司各楼层的诸公铺满被员工的随手乐捐填满，这活动迈入了第9年，今年依旧全数捐给桃园家扶中心。那今年103年呢，我们所有的员工捐赠了大概60多万，那公司呢在另外加码呢，就累积到103万。这爱心汇聚成大温暖，要让弱势孩童成长之路走得更加顺遂。